这个地方，我好像有印象哎。 万物死生轮回，唯玉魂猫能解。哎，原来是这里。怎么了？这个顶上的咒语就是我穿越回来时念的咒语。这该不会是我回去的路吧？难道说？ 只要灵力足够，不需要集齐五色石，也能回去。恭喜你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看，像玄玉、长恨，他们要是见不到我，他们肯定会难过的。 对吧？其实我最舍不得的人是你，秦梦言。只要你告诉我，你要我留下，我就绝对不会走了。好了，别想了，你不是一直都说想回去吗？ 这里呢，起了一阵好大的风，我就被……青梅，你干嘛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去找鬼草吧。
道他是舍不得我走吗？